开始。不过我怎么觉得我好像不会有反评，感觉会做不到，他们应该会做完。这个游戏难得是花钱完全不能做效果的，十二点之后没有办法什么欧拉欧拉 K， 那个十二点没有办法跟你讲屁话，你没有办法什么集气啊，然后看感觉啊。你在吗？有我在，有点紧张，有点紧张。等一下你们先按，如果我按到声机，我会赶快问你们有谁需要我帮忙一起按的，就赶快跟我出个声。好，我准备好了，老爹，我准备好了，我连机力都不看啊，就是做到有按再换换。感觉我觉得好紧张哦，第八秒哎，五秒，四秒。三秒，两秒，一秒，好，来了，来制作第一次哦，失败啊，靠腰啊，我做错了，我也做错了，做到那个，我做到要徽章的，我也是做到要徽章的，但是我失败了，技能是十趴哦，干这么火、哦。我第三次了、哦，我成功了，第三次了，要帮忙按吗？你做什么成功？你做什么成功？干做完了，靠背哦，没了吗？哎，没了，我还可以做那个，我可以按两次，好，你按一张，按一张，马上没有、欸，救我，干我的反评。失败一次，那我再按一次喽。好，帮我按，加油。不是啊，干你娘！我的圣戒怎么那么难按？没有，两次都没有。我没了，我没有碎片了。哦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。老爹，你圣戒出来了吗？哎、欸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你成功了，哪一本成功而已，只有你那一本。我就说没人要干啊！我圣水这么多，我要干嘛？干那五本是谁做的啊？怎么那么扯啊？为什么都是别人？我跟阿开头其实做到干阿开头这个骑士真的鸡巴干，跑来躲内我，结果自己把我的摆平做走靠背。为什么他们运气这么好啊？只有小健做到是不是？啊、欸，真的运气好。还有阿开头，我第一次来。小健那个账号真的是很秋哎、欸。小健真的是好运到爆炸，真的。你玩天堂真的是他妈的。天选之人，干好爽啊！干小健是怎样真正的塞狼？真的，他真的很好运，他不管紫变紫娃什么都好运。活了，不是我已经吃素一个月了，我有夏季品哦，那个上个月搞的。假的？真的啊，真的、啊，我上个月就是说要紫娃，然后结果中了就吃素一个月啊，不然我吃素两个月好了，我也要。小健，那现在能打赢你的骑士就不多了、哦，太扯了啦！我金剑锋，你真的你可以去拉魔法书再来制作，还有五本，我都直接拉蓝的魔法书了，你给你参考。蓝的太贵了吧，干哇真牛逼，不行啊，你不要乱来啦，绿的白的拉一拉，你拉蓝的冲他小，绿的我要拉到民国几年，妈当然是拉蓝的啊，蓝的一本多少钱？没多少钱啊，拉的啦，金剑锋拉的啦。我有发现 NC 的游戏，它连天堂二 N 的合成几率，本来天堂二 N 合成是没有，就是合成红变跟紫变是没有几率显示的，它都出那个几率显示了。NC 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有几率了，不管是什么变身啊、合成啊那些，全部几率都有出来了。是只有天链那时候才没有几率而已，不是吗？没有一个正确的几率显示在那边。好了，我们这个今天这么哦，我们按个十次变身。消个业障，反正我今天算是做了五次嘛，对不对？当我做了五次，我本来预计这个反击屏障要20万赚的，结果5万赚就出现了，当我赚到了。天上骑士，我要求的不多，补卡池就好了，我要求的不多。敢不敢笑一个给我？哦，乌卡池，魔法命中要你干嘛啦？好啦，至少他可以补一个这个嘛，在黄金骑士就加一防了，这样也能中。当然啦、啊，不然呢？天堂就是这么简单。拜托啦，我想要天上骑士啦。黄金骑士，天上骑士，我要十抽了，怎么办？干他妈，一起干他！他在打星海是不是？干死他，干死他！换力套干，还要再抽吗？再十抽，再十抽，再十抽，再十抽。没有，因为我想要等开放新卡池再抽啊。再给一个红盘吧，再给一个红盘吧。停了吧，
就这样，拜托了，拜托，拜托，我要红卡，我要红卡，或者是白金骑士、天上骑士，还有那个我要补卡池，拜托。笑！哇，笑了，补卡池。啊，有了。红变就是这么简单，随便按随便有14次哦，两张合理吧，两张可以再合一次红变。哦，我靠我靠，八风车打不到我半下耶，绿宝石耶，两张有没有？两张再合一次红，然后合红出天上骑士，就这么定了。三张可以，14%，歪头登场，砍一下歪头，很好，挡一下，再砍一下歪头，很好，哇塞，我靠，雕砍歪头啊！歪头没有动过啊！欧洲人是我吗？拜托了，合成好像有三张我可以补卡池的，我有三张合不到，然后有三张是可以合到的。天上骑士，谢谢大家。哎。原来天堂 W 这个红卡是指定的、啊、不用转卡、啊、原来连转都不用转啊，是指定的、啊、近距离伤害 PVP 伤害，我又变强啦，我打人又多两点攻击啦，还多一点防啊，我这个笑我这个笑是发自内心的、欸